欢迎来到小小娱乐。青春月谈是由白日的郎君导演李宗宰执导，葵同浪漫史是别册附录编导郑贤征打造。剧情讲述深陷于神秘助纣的皇世子李焕和被指控是灭门案件犯人的天才少女文在伊，两人携手调查真相，是融合神秘案件和恋爱元素的悬疑爱情故事。朴炯植饰演的李焕有着精致的外表，傲慢的性格，他除了能文能武之外，还拥有过目不忘的聪明大脑。大军时期原本开朗风趣的他，因为哥哥驾崩继位成为皇世子之后，就变得敏感寡言，深陷于神秘的助纣。虽然被神秘助纣所困扰，却用坚强的毅力守住自己的位置，保持住无法撼动的形象。全少利饰演大家闺秀文在伊，喜欢推理谜团事件，在和未婚夫举行婚礼的前夕，双亲和哥哥因为吃了他准备的饭桌同时吐血而死，在伊就一夜之间成为杀害家人的杀人犯。在逃亡期间，在伊就想起皇世子曾经写过信给父亲，为了洗脱罪名追查真相，在伊冒着生命危险以新的身份进入宫中。青春月谈将于2月6日首播，想看久违披上古装的皇世子朴炯植的话，大家记住锁定逢星期一、二晚 TVN 啊。小小娱乐会不断介绍韩剧给大家，记得 like and share 啦，拜拜。